OK，大家好，我是辛巴。我们今天在几何店里啊，给大家带来的是几何 G 六。这个车我知道你们问了很久了啊，我知道我知道，那我们总算来了，给大家交个答卷吧。那这个车为我跟几何的渊源，对吧？就高低得整一期。然后这边是我们说的 G 六，那边是 M 六啊，两台车基本上差距非常非常小，一个是 SUV 版，一个是轿车版。旁边刚好是原来老的几何，对吧？几何 C，几何。 A 对吧？那边、个、还有几何 E，这几个亲戚关系我就不用介绍了，大家都知道，懂的都懂。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前脸的变化，这款车主要变化是在外观上面有一点小变化，包括座舱，座舱我们等会儿再讲，主要是前脸啊，前脸现在变成一个更加科幻一点的造型，然后把 logo 扁平化了，多了一条叫什么示宽灯啊、呃，可以这么理解，然后变了个名字叫几何 G 六啊、嗯，然后前面是有类似于。 水晶啊，水晶造型的前格栅，然后多了一个胡须啊，对，多了个胡须，基本上是这样子的，没有了哦。然后轮毂，嗯，看看原来的，啊，看看 M 六啊，一模一样，基本上没有区别。然后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。首先，我觉得这个颜色，如果说你来买这个车，我我建议去买这个蓝色，这蓝色蛮好看的，还蛮特别的。然后机盖上面有一个。 大的凹陷造型做出了一点不一样，这个颜色蛮好看的。实话实说，那白色的那个就显起来淡很多。就是几何这个颜色，包括这个蓝色，包括那个几何 E 的绿色，都是蛮好看的，就是好看的，没毛病。然后我们来看后面，后面这辆车是展车，应该也他们销售车，应该后卖掉，所以有那个内装的那层布，然后几何屁股，屁股上面改变就比较少了。 比较少了，然后，嗯，就几几何 logo、几何 G 六的名牌，然后就没有啦。你说完全没有吗？顶上，哎，它没有天窗了。以前是有天窗的，我们去看一下那个车，哎，以前是有天窗的，现在没有天窗了。OK，我们到内部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装方面的区别。然后是一个隐藏式门把手，拉开来。 其实这个车最大的改变，其实就在于内装上面的细节。首先来看一下门板吧，门板跟传统的几何的区别不大，呃，不大，呃，然后是这种雾银的材质，然后这边是有点皮革的氛围，然后过来传统的反光镜的调节，嗯，这边就是传统的塑料材质，然后有个。 吉利的 logo，然后有一个无银的包边，然后有一个细节啊，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设计还算比较好吧。我觉得这个材质还摸得还挺舒服的，它是糖塑的，但糖塑做出来不一样的区别啊。糖塑其实也有区别，这这个做的还蛮精致的。然后中间是一个跟比亚迪一样的小屏幕、啊，嗯，大概就这么回事。然后这个是它的这次最大的改变，我们可以说实话就是最大改变，有个大屏幕，然后这大屏幕是鸿蒙的啊，大家都知道。然后。 看起来更加像一个二零二二年应该有的东西了，对吧？之前的车确实不太像，大概就这样子。鸿蒙系统，鸿蒙系统，我实话实说，它也有很多的版本，你可以在各种品牌上面看到鸿蒙系统，包括我们说的北汽的极狐，对吧？问界那套也是鸿蒙，但鸿蒙跟鸿蒙之间是有区别的。像这个，首先，储存空间是比较大，一百二十八 G 啊，还剩余八十六 G，啊，非常大的空间。 啊，用鸿蒙肯定是好的，这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你给你了更多的选项，其实最关键是你现在有华为的这个应用商店了。实话实说，你可以装一些自己 APP，哎，我觉得还比较好的，总比用传统的好。然后第三方应用这边有，只有 B 站。那你看，原厂自带 B 站，你还想怎样，对吧？非常符合二次元。OK，我们来看,看中间，中间有一个 Type C，这也是现在应该有的。我觉得 Type A 倒不一定，Type C 一定要有。Type C，Type A。 然后有一个应急开关，这些地方都是塑料的。然后有带限位的一个杯架，然后是可以盖住的。然后是大面积的钢琴烤漆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储物盒，然后可以放纸巾吧。这边是一个不带无线充电的手机放的地方，应该怎么理解吧？然后这边是可以放手机的，这边前面还有个放手机的地儿，然后这边也可以放，大概这么个逻辑。然后前面是带限位的，你不会滑出去，但没有无线充电，嗯，就是这样子。 然后我们把这央扶手打开，里面有一个储物空间，非常非常小，这应该是这个级别我觉得最小的吧。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了，也没有点烟口啊之类的，就只是一个储物空间。然后这上面倒是有皮革的，有一个小细节是它下面还做了一条包边啊，呃，雾银的饰条吧，做的还做的比较精致的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。然后现在是没有天窗了，这个部分是原来跟老的吉利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的，传统的都是非常传统啊。 这辆车能讲的地方其实不多。这方向盘其实我觉得还可以，手感。我们刚刚试了一下，它是有内外两层，但没有做拼色处理，然后手感还不错。是算四幅四幅式的，然后所有东西都是传统的，没有任何的大的革新。就这屏幕也特别特别窄，你知道吗？它还比较窄，我也不是很理解。那那这个。 屏幕有点类似于比亚迪的护卫舰零七，哎，也差不多吧。护卫舰零比较稍微宽一点，这个好处是这个边框还比较窄啊，但整体上有点小。OK，我们把前排调到正确驾驶坐姿，然后这个车是手动调节的。二零二二年，手动调节。OK，我们来到后排看一下它的后排表现。这个车后排表现，大家不要抱太大希望吧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因为这个车毕竟是比较老的了。 车是新车，比较老的改款，应该怎么说？先是它的裙盖。<laughs> OK，我们先标准坐姿，一拳、两拳没有了。这个腿部承托，嗯、呃，懂的都懂。一拳，<laughs> 然后没有那种为了腿部造型做任何的东西，合理。OK，中间是出风口，然后不是左右可以吹,吹吹的，然后有一个点烟口，一个手机充电口，然后还有个手机。 放支架怎么样？我觉得还可以，这个价位这有这个配置还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来到后排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整个座位是比较躺的，然后中间的人也是有头枕的，中间也是一个扶手的。拉、啊、了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吧。这个扶手有点区别是在，于它比较长，相对比一般的要长一点，然后有带限位的，有带包边的一个杯架，差不多就这么这样子。这个座位我觉得后排啊表现啊满分十分。 差不多给个六点五吧，差差不多了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有一个前前面有没有细节是，这边是蓝色的缝线啊，前面是蓝色的，会显示出科技感吗？可能是这样子吧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后备箱，后备箱还是比较大的，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。后备箱还是传统的，因为这辆车本身轿车的时候，它就比较注重这种家用的后备箱属性。这后备箱又深又大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又深又大。然后开口的稍微尺寸小了点，稍稍小了一点。 但还是能接受的，我觉得还能再大一点，会更好一点。但是很深，非常非常非常深啊！但是后排座位是不能放倒的。这个后备箱我觉得空间没有问题啊，满分十分可以给个八点五，没问题啊。这真的我不开玩笑，是及格线以上，甚至是优秀的。只是开口稍微的还可以再大一点，门槛有点高。如果你是小朋友，不是；如果你是小姐姐拎包，可能这个宽度会不够一点。其他没有，很深，很好。 电动车能有这个表现，很满意了。然后哇，下面竟然还有呵呵，下面这个如果拿掉的话，应该还有个更大空间、啊。如果我自己肯定会把它拿掉，哎，反正没有备胎嘛，对吧？那补胎剂，这个下面可以搞好大。哇，这车后备箱也太大了吧，可以直接拉货了，没毛病。如果觉得我们讲的还不错，还期待有其他车型的详细测评。 希望你帮我们点赞、投币、转发、评论，这都对我们有特别大帮助。我不是辛巴，拜拜。OK，我们现在开始来讲集合的另一台车 M6。哇，口都干了。<laughs> M6 跟 G6 有什么区别？哎，就是它像小 SUV。你如果对它不了解，可以看看帝豪某个车型。哎，基本上是源自于那个，然后做一些小改变，这个车。 嗯，算做的更加的科技感了一点，所有的改装细节。